我热。脱掉。但是也还行，还没有到脱衣服的热的那种程度。啊，水衣。不能脱的，知道吧？广州的事怎么会发第二天也热的热？啊，不可以。只能后悔自己没去广州了。啊。这种事情可遇不可求。但是的话，今天还是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环节的，也是专门520的一个环节，就是我们今天有一个心愿箱，请你们吃饭。啊！心愿箱。他以为是真的。心愿箱。我们接下来就看一下你们都有什么心愿，好吗？看一下你们小脑瓜里面都在想些什么。我还没写呢，老婆。这个是这是什么？念出来了。把打哭和摸腹肌。啊！二选一，这谁写的？谁写的？谁写的？就这个。这个前排这个观众写的是吧？可以，谁写的？有理想有抱负，很佩服你。我觉得二选一的话，我肯定你把我打哭吧，行吧？把我打哭吧。把我打哭。那你哭啊？那这个心愿。哭一个。啊。我写的英文，看不懂英文，真的。Hi, I'm from 马来西亚。哇！Can I say hi to 马来西亚 ？Hi, Malaysia. Daniel. Who? Me. You? You from Malaysia? You do you travel here? So you took a flight. How many hours? Five hours. Thank you. Love you too. Love you guys too. 哇，从马来西亚远道而来的朋友，你好。哦，还有从美国回来，又从美国回来了。嘿，美国回来了，那你是什么时候来的？哦，前两天才回来的，时差倒过来了没？没呢，那么要不回去睡一会儿？还没倒过时差呢，真辛苦。真的辛苦，然后，周慧宇是第三个啊，周慧宇，可不可以每一场演出都把扣子崩掉呢？首先，我就想说，这事儿它就不是我能决定的，你可以，不是我能决定的，我怎么能决定它？我决定不了它崩不崩开，你们知道吗？不是，你们知道上回是什么情况吗？上回我们演那个演唱歌的时候，其实因为我那天广州那边好热，然后出了很多汗，我那个衣服就打得很湿，然后我跳到最后一段，因为那首歌我们那天演的时候其实已经比较靠后了，就是可能大家喊的也有点累，然后我还在想，就是他那首歌刚演的时候，可能一般出场的时候会有尖叫嘛，然后演到中间，演到后面，可能就大家就是沉浸式在看，但是突然到了最后一段副歌的时候，又突然有人在台下叫，我发现，哎，我说这现场观众还蛮懂这个歌曲构造的，结果最后一段副歌就是又要起来嗨一下，结果我跳到后面有一个动作之后。正好有一个就是动作，我能够看到我的肚子，然后我看啪一片白，我说完了，我说这什么情况，然后我一下又吓坏了当时，所以这种情况还是纯属巧合，纯属意外。怎么再一次？再一次不了，这控制不了了，这种事情。给个机会。我把控不了这件事情，再看一下，再看一下。你们的小脑瓜呀。兄弟看看，可以说啊，可以祝我毕业快乐吗？这个人叫笨蛋小狗研究家。哇！笨蛋小狗研究家，这儿。啊！哇！啊！
祝你毕业快乐，大学毕业快乐。啊，都毕业了，都毕业了，哎呀，真巧！啊，真巧，又是都毕业了呗。上回在广州就是都那天过生日，今天就是都毕业。啊，祝你们毕业快乐！啊，祝你们毕业快乐。然后再下一个，柯宇又见面了。今天520，可以说一句浪漫的土味情话吗？那土味情话，我想想啊，不要馒头啊，馒头那个不是土味情话，不是，我在想，我前段时间去录那个你好星期六，听他们说了，但是我忘记那个是怎么说的了，哦，什么三，哎。说我是九，你是三，除了你为什么还是你，因为我除了你还是你，哦，好土，好土，这节目都不是白录的，都有收获。这个还是毕业快乐。毕业快乐，再祝你们毕业快乐一次，祝你们毕业快乐，这么多真的是很多人毕业哈。这个是可爱五连拍。哇，我的我的，大家都后面的朋友也都拍到了，那个朋友拍到了，没拍到我，这个朋友拍到我，那我就一边来一个吧。现在还有什么可爱的 pose 吗？祖先，好，这边，还有什么可爱的 pose 吗？猪嘴，好，三，二，一，真是。有什么可爱的 pose 吗？是吗？什么？脸颊比心。哦。好的，还差一个哈。后面的观众有没有什么要的 pose 啊？要什么？这个是吧？又是柯宇可以把你打哭吗？为什么都要把我打哭？我想请问一下，为什么？我惹你们了？为什么都要把我打哭？模仿狗叫。狗叫？谁让我狗叫呀？我说实话，我还真会。你们，我不知道你们是养狗啊？你们有养狗吗？我以前养的有一个狗叫，我家有一个狗叫皮蛋。阿三。皮蛋。别讲故事。哎，一说这个，他前一段时间皮蛋，离开我们了。啊。他年龄已经那会儿已经14、15岁，所以作为一只泰迪，其实还可以了。然后，就是我小的时候就会逗他，他因为他很狗狗有些时候都很护食嘛，然后。你靠近它的食物的时候，它就会发出这种声音，就会有这种声音。好吧，学狗叫。可以王者账号借兄弟玩玩。这好一点啊，这咋借你啊，大哥？王者是我微信号哎，我要把我微信给你吗？我给你。给不了一点，给不了一点，给不了一点。哎，这个怎么，这个有点掉色了，这个。给你五百个微信。王者 solo， 你们赢不了我。王者 solo， 哎，都哪些玩王者的呀？你们玩什么位置？大哥。
中路嘛，我猜猜，我盲猜，基本上应该都是玩法师的，玩辅助的哈，应该是没有玩打野的吧？太惨了！那你们打野玩什么英雄？你们打野？姜子牙打野，好，好，哎，上菜了，哎，真的不错，姜子牙打野。玩纳可露露，哎，这行吗？纳可露露是标准的野核英雄。不瞒大家说，我最近也在练这个野核英雄，为了一个叫《战至巅峰》的节目。哦、我只能说这节目是一季挺难打的。冠军。没哭，没哭，不会哭。野王哥哥。不会哭。没哭不了一点，哭不了一点。上一次哭是因为那会儿我们教练不在，这次我又见到我的教练了。可以现场表白粉丝吗？啊！兄弟们，我爱你们！啊！都是哥们，都是哥们。我就看一个比较好玩的，然后我们演下一首歌。柯宇可以叫宝宝吗？宝宝。和我们说一句我爱你，我爱你。啊！年轻人，年轻人，又是学狗叫的，是你们学狗叫。周柯宇说不了。别，是五个字啊，什么什么我爱你。算了，好像我们那个下一个，我看下一首歌什么歌了啊？下一首歌是《灰色宇宙白色星球》。